动，连可这一棒在右外野方向 ，Go！ 哇，这全垒打大赛打得还不够啊，在明星赛的第二天，林安可一棒炸裂，4-0啊！那昨天那是当热身的，今天才是真正的。在比赛的前后段都有看我的记录，王胜文这一棒在左外野方向还在退，还在退 ，Go！ Back to back！啦啦队副队长王把王胜伟开轰了，哇哇！王把你太帅了，是因为我是全垒打王，所以他们的安打都是全垒打。最后一局的时候，因为今天本来就没有要准备一个人，就是怕有人受伤，然后刚好浩然哥说，好像我没有上场，但拿安全帽给我，我就去当三垒指导员。这次的明星都打得蛮开心的，也蛮认真的。如果你看得出来，投手、手背啊，其实打击都是有比较有很好的发挥。感觉那个有了，差一分啊！哦，打到了，左外野打到了，结果最后赢的是黄志鹏，你看打到了，哇，志鹏真的厉害，很准哎，哇，时间呐，厉害，有压力有差哈，我本来很怕那个挥空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挥空，我就觉得100分了。教练很会喂球，他还会这，哎，扮鬼，他会跟你讲说怎么打，扮鬼，对。阿力吧，因为我们是后宫的啊，对啊，所以阿力就说，打滚地好像就好了，对啊，所以就尽量往地上打，自己的队友当然要相信啊，对不对？我有拿詹子贤的神棒，然后有接到张志豪学长的打击神套，双方加持，然后又有一个打击王教我，哇，太幸福了！模仿秀正式开始。第二球，陈奕迅看了看捕手，这一球来脚之后投出，詹子贤打全垒打 ，OK， 左外野方向，看来这个是有了安打力非常的好，飞行的轨迹 ，Over， 不错，哇，那林东玉这平射炮，哇，全垒打中了 ，Over， 其实这个全垒打大赛，这一球林子胜，左外野方向。可以喘口气，喂球投手也是累啊，也要休息一下。我们的中南教练也是辛苦了，对，但模仿的是叶总的动作哦。三、二、一，打到后面是不是有点累了？对，有点喘了哈。哎，连续打全垒打其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。没错。对，连那么不一样都没办法，对不对？谢谢南湾一样，恭喜青之，比昨天进步就是好表现。对，一天比一天进步就是好事。对。那明年先预约来打8支，至少8支，然后决赛9支，还要10支。Thank you.
Bang, bang, bang.